2017年7月23日，在经过20多天的骑行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因为接下来要进罗布泊，还要穿越一段无人区，安全考虑，我们必须在敦煌对两辆摩托车进行一个彻底的检修和保养。因为敦煌没有终身店，所以我们在问得客栈老板娘信息后，找到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这家店的老板也是个户外玩家，而且我们还在店里碰到了同款车型的摩友。哎，这昨天在路上是不是看过这两辆车？小毛病吧，反正电瓶不可能要帮我，车险不行的话换掉。还有这些。电条啊，可能还要换个刹车片吧。因为大家都喜欢玩户外，所以我们很快就开始交流起了各种户外路线。我还把3年前第一次行将来敦煌的经历告诉了他们，然后他们立马就在电脑上找到敦煌那集打开来看，还跟我说起了敦煌这边的各种变化。现在正在修这个这条路，修成高速。这条就是瓜州到敦煌的，然后柳园这边这条也在修是吧？柳园这边已经修好了，中间修好了。那是不是就差那个当金山那个隧道了？哎呀，不是，还要下面去，因为它全称是叫柳格高速，柳园到格尔木的。柳格高速没通的。还没通，我知道，但是从格尔木那边过来，一直都通到了那个当金山下面了。对，你现在估计当金山隧道已经打通了。对呀、啊，我们骑摩托过来，就差上当金山那条路还不是四车道，就是过了那个叫团结乡吗？对，就团结乡那里就开始就没了，然后就开始翻倒进来。今天然后就在那里吗？老县城就在那儿。九层妖塔看吗？九层妖塔是有小镇吗？我知道，九层妖塔就是原型就是取景那里的。对，整个都是在那样拍的。哦，拍也是在那拍的。对，那辆那个大巴车现在还在那个马路中间插着。我去，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老跟他说，我说我们要过去一趟，过去。你看看看这个这种架子有吗？你把那个灯拿过来，我看。它是这个是挖的，敲一下，再把它卡进去吧，然后这里直接，我操，歪了，它没有这个，它也没揪什么东西，这地方歪了，啊，歪了吗？是断了吗？没有，完了，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搞好，然后加一个大垫片进去，然后压着就可以。对，然后把线接上，把线接上缠一下。行，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镜子给我。哦，这个松掉了。你先说完，然后那个链条紧吗？紧啊，这边也紧一下，也紧一下。那它是哦。这个还要再转一下，你是已经拧紧了是吧？没有，没拧紧的话还要再。你说把这个再转一下。对对，固定住之后这个再往前转一下。哦，这个就固定在这儿是吧？对，你可以对到这边来吧，它这个也是有倾斜的，角度有倾斜的。在这个摩托车修理店待了一下午，总算把该换该修的都捣鼓了一遍。晚上，行将群里的江友惠州仔骑行大西北也到了敦煌。这家伙接下来还准备沿我当年的路线骑去新疆，我们顺利面基上之后，准备一起吃个晚饭。今天从星星侠去哈密直播骑友。星星侠，今天。啊。今天，他们是昨天走的，那时候想约一个人的，8天8也没人约不到。在 QQ 群里约啊。QQ 群里约啊，最好的约到方法就是上路。你从兰州出发。新疆回就可以碰到好多骑友。新疆回一般都是黄湖。碰不到，我第一天就来就碰不到。就是看到都是黄湖的吧？对对，他们一大帮黄湖的，你要拐进去那个海盖乡，拐进去就一个也没见过，一个也没见过。他，你沿从刚才那里拐进去吗？对啊，海盖乡。是不是也经过那个铁路？沿着铁路边走吗？哦，那你也看到那个寺庙？那个寺庙。对啊，我还拍照了。叫黄山修房。对，海拔了，海拔。我山我都不记得。你看我走过的地方，我绝对记得。主要是山还经过一个热水镇。
砸死人。惠州仔还在广东惠州上大学，这趟是利用暑假一个人出来骑行兰州到新疆的丝绸之路的。老实说，从他身上我看到的完完全全是三年前的自己。其实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长途骑友莫不是倍感亲切。本来按照之前的计划，我们在敦煌只休整一天的，但第一天睡个懒觉就睡到了中午，加上下午的保养车子，完全没时间考虑去莫高窟的事。我和熊老师两个人都是第二次来敦煌，都没有去过莫高窟，所以计划在敦煌多待一天去莫高窟看一下。但考虑不周的是，莫高窟暑假旅游旺季是一票难求，没有提前买票的话根本排不到当天的票。最后我们决定，就算进不了洞窟里面参观，也要到这个丝路上的文化地标去打卡一下。手了，跌到手了？没有，真的是看那边的方向还有一些窟洞洞窟，还有一点的。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但在近代以来，莫高窟受到许多人为的损伤，文物大量流失，其完整性已被严重破坏。20世纪初，两次来华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就从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手中买下大量文物，最后大部分辗转收藏在了大英博物馆。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现在造访莫高窟人数不断增加，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破坏，因此景区会对每日参观人数加以限制，同时进入洞窟内参观也是严格禁止拍照的。在景区对面位置有一个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能通过影像和音频的方式了解丝绸之路的起源和莫高窟的历史文化，同样值得推荐。参观完莫高窟后，我们在敦煌最后的任务就是为进罗布泊做准备了。因为从哈密进罗布泊镇有将近400公里，没有任何人烟，直逼我们的摩托车续航。保险考虑，肯定是要带点备用油的。又考虑到新疆加备用油困难，最后我俩决定提前在敦煌把备用油箱和备用油搞定。那我们在为穿越罗布泊做最后的准备，虽然说不走东线穿越，但是还是会走罗中那边，所以还是得加备用汽油。我来拿着，再吸一下，然后它自己就会流了。你要蹲着一点。那技术还可以吧？真的没有到我口里。哎，拿根烟来抽一下吧。咱这里太累了，要不要抽个烟？抽根烟，你看这个电都没了。我们去年有一个很经典的台词，我对讲。前面到那个加油站，停下，我要抽个烟，我要抽个烟，妈的笑死！今天就要出发去往哈密了，然后刚在这里拿了个快递，想吃饭去。在吃了一碗久违的拉条子，也就是新疆拌面后，我们终于要离开敦煌去往新疆了。从敦煌到哈密全程400多公里，也是我此次旅行第二次跟三年前新疆路线重合的路段。当年我孤家寡人走这段路骑了整整4天，如今骑摩托车半天就能赶到，真的是太佩服当年那个无所畏惧的少年了。茫茫人海中
之中。在这浩瀚的宇宙，蓝色的城市，只是生命的旅程，瞬间的停留。无论欢乐和悲伤，我已不会再回头，只是自在向远方，也来不及感伤。如此难舍的美丽映照我脑海，难以回去的不安曾在我心里。无论欢乐和悲伤，我也不会再回头，只是寂静向远方这光明。可谁在群山云海之顶，自在的心常有天外之天。此刻谁在清晨伫立海边，迎着朝阳缓缓升起，心中开启柳园不久，我们很快就来到了连霍高速上新的晋江收费站和检查站。因为我2014年来的时候，这两个站都是还没建起来的。新疆的高速收费站一般不设在匝道口，而是设在高速路中间，采用分段式收费。虽然晋江检查向来都异常严格，但新疆的高速对摩托车还是非常友好的，不仅不收费，刚才那个警察老哥还帮我们抬栏杆。在检查站，所有晋江方向的人都需要刷脸和身份证才能通过，之后继续往前80公里才会到真正的新疆东大门星星峡。我操，这边要及时补充水分。前面马上要到星星峡进新疆了。
隔三年又来到了新疆，那里有两条狗，哥，狼一样的。又站在了新疆欢迎标志前面，真的是不容易啊！沿那条莲花高速，上一次是骑着单车过来，然后到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在新疆峡的一个废弃的那个房子里面扎了一晚营。现在终于到了新疆峡镇了。然后这里有个新疆峡镇是完全属于新疆的。然后这次就准备直接干到哈密去了。我们这次的重点是罗布泊。然后我拍张照，就准备去找陈老师，请你加油。新疆峡一个神奇的地方，它既是一个小镇，又是一个服务区。从这里开始就是进入新疆，新疆欢迎您来了。你们是往新疆到哈密，今天肯定到哈密过夜的。哦，一样的，我们今天也到哈密。你们今天从哪里过来？今天哪里过来的？敦煌。哎，一样的。也到敦煌去的。我们也是敦煌，今天敦煌出发，然后到哈密住。我们今天是从那个吧，昨天住在敦煌。啊？买不到票，本来昨天就过来的，买到今天的票，敦煌今天看了一下。你们今天去了莫高窟？莫高窟看了一下。你们去了莫高窟，然后又赶到这了。那你们今天？我们昨天住在那儿，住在敦煌吧。昨天本来看了之后，就直接过来，票买不到嘛，就在。你过了新疆峡，就是正式进入新疆了。现在就应该是。它这里又是一个新疆的最东的一个大门。哈密嘛，还两个多小时，你们要跑快一点，我们跑得慢。我们极速的话大概80多一点，要。不过这边天黑的晚，也差不多。要到9点钟。对。慢走。摩托车加油处，然后新峡再到哈密就中间就服务区隔得更远一点，不用隔了嘛，就直接到了。对啊，所以我刚才可以我说放心的到这边来，因为加好没有最大的，就那个戴口罩的那个，所以先刷身份证。刚给了100吧。对。好，谢谢。
汽油，请确认开始加油。在新疆加油。本次加油已完成，请返回油箱。这边是新藏线，是219。哦，219的。你走过吗？看你应该可能走过。你是没走过？没走过。没走过，我亲人提起过那条路。提起过这条神奇的进藏路线。号称是中国的十大魔鬼公路。魔鬼公路也还好。哈密，明天一站到吐鲁番，后天一站到。没，我们明天进罗布泊。哦，从罗布泊那走。对，到罗宗，明天到罗宗。我往诺羌再拐，库尔勒再拐到乌鲁木齐。你是甘肃过来的吗？对，我是张掖的。张掖。嗯，今天也到哈密。摩托车一天行驶多少公里？平均就是400。啊，那个找了吗？找钱没有？找了。一天就300多。我靠，坑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忘了。绽放自由的梦想，默默思念旅行的终点。之前就在这里，他家里待过一晚。这里就是离哈密40公里的大泉湾乡，是我2014年骑行经过的地方。当时我正在路边扎营，马路对面一位姓谢的热心阿姨看到后，一定要拉我去她家里住，并且还请我吃了一顿晚饭和早餐。谢阿姨的淳朴和热情不禁打动了我，
也打动了很多看视频的网友。你肯定直接就下来再来你们这里。你要是高速哦，那里有个大长湾，那里有个就那个路北，它那个它是下高速的，啊、下高速的地方，它可以下来那里有个水塔，那里有个。我看到了，那里写着大长湾，想欢迎你。啊啊啊！那两个都大长湾，那里有个牌子，你从那里下来就行了。依稀记得当年走前的这番告别。于是三年后的我经过这里时遵守约定，再一次在这个高速路口拐下来，转过水塔来到了这里。但映入我眼帘的第一眼却是之前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怎么被拆了呢？当年那里有个卖哈密瓜的也不在。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那边有一个姓谢的一个阿姨，是他们搬走了吗？哦，搬到哪里去了？搬到哈密了。搬到哈密市区了是吧？哦。就那个房子，不是现在他们家房子已经拆掉了吗？哦。就那里，就这个转角处，知道吧？哦。搬到哈密去了是吧？搬到哈密了。你知道搬到哈？哪几家哈密的？啊？那儿子在哈密是吧？哦，搬到哈密了，所以他们全家都搬到哈密住去了是吧？哦，哦，去在市区了。因为我三年前来过这边，你们这个是新建的哦。我们也新建的。你们是老家是哪里？河北。河北，谢谢你哦。啊，好，谢谢。从新搬来的这户人家口中得知，谢阿姨一家已经搬到哈密市区去了。下高速前脑海里还在想象着三年后再在这个路口重逢的场景，只是没想到，真的非常遗憾。所以人海茫茫，珍惜每一次的相识与缘分吧。